呢一度側邊度呢一度四面都有，好似啲四廿五度周圍。周圍都係啊，因為呢個係佢係犀利係咩咧？你咁睇咧，你唔明點解佢咁樣做？如果你係幽靈之子，即係譬如我而家我坐喺門口度啦，一個 spotlight 射落嚟，我即刻變咗係閃卡咁樣嘅，即刻個反光係好勁噶。因為呢啲咧，你就咁睇咧，咁咪加啲關山牌先咁樣。當你有個 spotlight 射落嚟，個 camera 一吸落去咧，你即刻係好似鑽石幻彩咁樣。因為只有呢一種質料咧，係可以做到嗰種感覺。你攞其他質料做咧，你冇辦法做到嗰種閃亮出嚟。呢支係你下一支目標嚟嘅。我買吉他主要用嘅，我用街。我俾我咧，我寧願花100蚊咧買個三支。佢唔係收藏㗎，兩三支功能嘅要。買支鍵。呢個我都雖然都好中意，我都即係坐睇。都好靚真，不變態。不過我嘅車衝喎，呢啲一定升級。